知道啊，因为我看到人家直播在玩嘛，我是用 P 那个 iPad 看，然后呢我就发现这面游戏要玩的时候呢，就完全眼球不要去追那些东西，你要让你的眼睛看在画面正中间，然后直焦，然后呢这样子你就直接靠感觉去按就对了。哦，好像是哎。对，你不要眼球去追那个。对啊。你不要用眼球去追那个符号，因为。它固定嘛，就是上左下跟三角圈圈叉叉嘛，所以你只要知道，你只要眼睛感觉到它是往哪飘的时候，你大概时间到你自己抓到就好。就是你只要让那个球在你的视线之内，不要去追踪它就好了。真的，我跟你讲，我不用失焦，我直接不戴眼镜就好，很快。因为所以我现在可以打开玩了，因为他常常左边跟右边都会同时出现，我就觉得你这样追不到，所以后来就发现不要去跟着他就好了，你只要失焦就好了，也不用失焦啦，就是你不要去追，重点是不要去追，你只要一追你就没办法顾另外一边，当然除非你是变色龙，眼睛可以左看左右看右，就是吧，结果大家晚上好哦，还有哎，等一下，多一个人。如何玩？哎，好哟！我们东西在哪里？不到。哦，大伯，哦，去大虾。对，够够够！你不是说你要叫人，让你买 iPad 吗？对呀、啊。可是国外买的 iPad 有保护吗？当然没有啦，没有全球保吧，对吧？我记得啊，苹果的全球保好像只有保手，那不对的，保电脑而已。欸、它平板我没有查一下，我记得4G版就是支援那个信卡的那个版本，好像没有全球保，没有全信卡的，没有支援信卡的，好像就有全球保。真假的？还有它哦，我印象没变。哇，刷赛。现在美国那边是早上吗？还是要晚上？啊，不对，要早上。他十二点钟是左右吧？我忘记十二还是十三。啊！干！我丢！赶快！我敢操蛋！我看一下，你们家经济是美东还是美西？我们。德克萨斯州，或者是在哪裡？我怎么知道德克萨斯州在哪里啊？我不知道哎、欸。我打一下。那个，对。好热哦。在哪里啊？没有冷气。白冷气啊。美国南边。我看一下哈，如果是纽约的话，纽约的话是美，纽约是美西还是美东？好，美东哦。现在是下午12:30。下午12:30，那他们应该一个在上课，一个在上班，算了。应该传讯息留给他们，留讯息给他们。是，也是可以的。哒啦啦哒哒。工作都是用 iPhone 吗？对啊。那为什么你那天我传讯息给你，他不是用 iMessage 的？真的假的？
啊，就中老年兵一天到晚就打电话来叫我换气，你家吃大便？没有啊，因为他年底要把那个三机的平衡收回去了。好。所以郭沫德去办事的是吧？没有，老子我不吃那一套。如果办了四级的话，他给我降网速，我该怎么办？郭沫德现在是一个月多少钱？1000块。哇，好贵，其实蛮贵的。对啊，是知道宝吗？对啊。Round one, fight.看有人在讲说，好像 PS Vita 的话是一个记忆卡绑一个账号，看到下发下库拉说没力气打、嗯，就是你如果想要换账号的话，如果你只有一张记忆卡，休息没关系。你如果只有一张记忆卡的话，你就要格式化记忆卡；如果你有不同的记忆卡的话，就可以用不同的记忆卡的。简单讲，不像是。樱花夏库拉说 ，P4 也被我爸占领了。嗯哼。爸，我全部都格式化嘞，反正你再过一阵子，你的记忆卡就变成格式化的功能。没错，烂烂的。樱花沙库拉说：“马德今天下午都在被虐。”嗯。哦，我找到了。就是我之前有在那个账号上面当漏的东西。樱花沙库拉说：“我先水啦，拜拜，谢谢班长。”晚安，晚安，拜拜。那需要借兵啊，完蛋。啊！哎呦，给险胜！哦，我觉得今年那个什么安室的演唱会好棒哦！你有去看哦？当然没有啊，啊可是我觉得从Can you celebrate? Can you get a dream?、哦反正你也没机会看到了哈、啊，对啊，隐退没关系啊，有买 DVD， 买 DVD。其实那时候我跟吴大聊天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退休的。对啊，他还会再出现的，感觉上。对，他想要出来上。他现在讲的，他不是他自己，他现在讲的退休以后，他以后想要出来应该会遇到。飞鼠兄说，今天跑去看 JAMPROJECT 的演唱会，波浪服，波浪服。先破局啊！我想唱，我就唱唱唱。飞鼠兄说，燃烧殆尽了。燃烧殆尽了，要哭。就像当年迈克杰克开那个要开那个会的频道。他之前也都没有在开啊，对不对？人家问到他也都没讲话、啊，他也没说要开，然后他现在跟你讲我想开我就开，他现在出来开，大家也想一想。
是有时候就是不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喊退休，除非你这辈子真的不想再上台了。Jam Project 的演唱会是音乐会吗？还是什么？什么是 Jam Project 啊？啊，跟我们讲一下啊，就他们的演唱会、啊。哦，嗨嗨嗨，哇，那一定会超嗨的。白痴啊你！现在还知道，不好意思。有了有了有了有拜托，怎么办？超过你多少都不一样。我是每次我都很想去，但是后来没算，因为身边已经没有人明确的东西，我导致。啊？继续听说激战主题区的演唱团体啊。对啊，我那时候买的 P4D 的那个衣服，就是他跟我讲说本机没办法当肉，哎，这台主机没办法当肉 ，Why？还是他是绑定游戏的？不用当肉了。您说吉他绑定？哎呀，那可能是因为你游戏没有在线，他不让你当肉吧？哦。我明天要去哦。哦，还有两场，是吗？对啊，开两场啊。哦，那他有唱《七龙珠》之类的吗？还有，不会，我想要唱歌单，快点入场给我歌单。不一样的，他那个是激战的吧？他那个系列是激战。哦。啊，就是团黑水清说有哦，反正他们这团有位，有位有唱《七龙珠》位，真假的？哦，天哪！有啦，我朋友有说老哥一定会唱。可是有人说《七龙珠》比较喜欢最早的那一个，你在唱的没有这么嗨。摩柯大冒险。对啊。那个也不错啦，其实。黑水清说：“不插电演唱有唱《海贼王》OP《七龙珠》OP。”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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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黑水清说：“轮舞超时空七，电演唱有海贼王 OP 七龙，海贼王 OP 轮舞超时空七，超时空七，哇，是巴萨拉的吗？我觉得热气巴萨拉吗？巴萨拉的歌不就是福山润唱的吗？他有来吗？”没有，没有，没有。奥斯卡是福山润唱的，不是啊？不是吧？那巴萨拉，巴萨拉歌不是都是福山润唱的吗？地下化线 KT 说福山方树，飞鼠福山方树，福山方树，福山方树，哎呀！黑水清说他是团员啊，我记得绝对不是那个谁，西川贵教唱。西川贵教好像刚没有参加过。还好。真的？干！我真的有什么错？我真的有什么团员？我真的不知道哎，完蛋了，我被干错了。什么东西啊？怎么了？你气我搞爆了？没有，我就觉得我明天要被干爆哎，好烦哦。还好我明天跟我朋友一起去，可是他不在我座位旁边，他把我扔在两百号。黑水清说有激战 F 的主题曲。那门票嘞？门票多少钱？门票，我们是 VIP 的3500。我跑过哇 ，VIP 耶！哦哦，跟我当年看 Michael Jackson， 黑鼠兄说会拉波浪符，跟着 HIGH 就好。对呀、啊，那有唱鬼神童子之类的巴库拉哦，那个没有吗？我好想知道歌单哦，巴库拉哦，不会啦，跟着嗨就好。对呀、啊，我也觉得跟着嗨就可以啦，大家都安慰我跟着嗨就好了。基本上只要有给他肉搏我就好。黑鼠兄说很遗憾，波浪符这次没有这首，就是没有巴库拉，没有鬼神童子啊。我最喜欢他，我最喜欢他。Cherry，Cherry，巴库拉哦。我最喜欢你们单的就是那一首《Breaking the Law》，给他了我世界最后一次的主题曲啊。
不知道哪一首哎、欸。你去找尹山的名字，然后呢找。飞鼠兄说有 GHHRO。哦、oh, oh.。你去 YouTube 上面打世界最概测世界最后之 OP 就找得到了。好。他是 Seat 的哦。啊？你说那是 Seat 的？不是啊，是给他 logo 演他的盖特机器人的剧情。飞鼠兄说，然后安可取定番一样。硅胶上，安可取定番。对啊，有的稀土。啊啊啊！安可取是什么？我满不在。干！我真的不是粉丝哎，完蛋了，我要被干爆了、啊这。这次还会有钢之魂吗？因为水木老大没去，钢之魂。飞鼠兄说 ：“S K I L L。”我已经很喜欢他们两个唱的，水木跟尹山唱的那首。飞鼠兄说：“这一定是最后一首。”之前大家魔装机人的主题曲。好吧，我知道那张。那不是绝版的吗？我手上很多基地都玩不到。对呀、啊。好，谢谢不露嗓。飞鼠兄说基本上很熟悉的或是很燃的大家都会跟着唱。兄说会提早整队进场，哦，有，我们明天的话会先早一点去排周边的，然后就是吃完中餐以后就跟着过去。对啊。敢拿了87，这个时间给我开冷气这么好，害我房间还跳电一下。干嘛不开冷气？有冷气不开，干嘛不开？干嘛这么对不起？当然不是我不开啊，是因为我房间没有冷气啊。买呀、啊。哎，没有钱。我不是跟你讲，你那天不是跟你讲那个移动式的冷气，你有看吗？对啊。哦，没有，我妈已经买了一个我觉得很神秘的东西，我晚一点拍给你看。你妈妈的东西，我去买两块，买两台制冰机，跟你讲，你晚上睡冰块哦。哎，对啊，你怎么知道？快类似的。我这样学小龙女。对啊，寒冰浴床是吗？啊、观众里面应该没几个人有看小说的习惯了。阿库玛尤米西，看我那好鬼，那跟月球砸到一样扁掉了。人会老嘛？飞鼠兄说，我跟朋友是跑去吃饭，然后大概四分钟前就过去，是已经一堆人在排队了。你要头开始往上。飞鼠兄说，四 X 分钟前。哎、欸、嘿，班长，对不起，我刚才把小。就是我刚才说本机没办法下载那些东西，有没有？可能要一小时以前去的。你是跟我耍白的，你是？真的。因为我们的话，明天打算11点到现场，然后就是我们就说谁先到就，
对，谁先到了就先去排周边，然后周边排完以后，因为我朋友他的朋友两点才会到，所以我们大概排完以后看就是后续是要怎么样。他是会三点半开始整队，然后五点开始。五点开始，然后你就几点就要去排队，那么辛苦。对，因为周边的话就怕人家抢购一空啊。虽然说他的手灯、毛巾跟护腕都已经没货。地鼠兄说，他还有那个场刊，然后手机套，然后跟那个什么那个收纳包，然后啊，地鼠兄说没错。地鼠兄说，我下午去就没了。对对对，周日会比较早。有我朋友有 po 那个就是进场的时间给我，他说明天要早一点到，然后我就跟他约。我就说那不然我就跟你们一起走好了，那你就几点到场，我就几点，买了一件 T 恤，他就说好，买了一件 T 恤，因为人家哦，他好贵哦，1000元。我应该是不会买 T 恤啦，我觉得我的呆呆 T 太多了，我不想要再添购呆呆衣。哎呀，不是我家，不是，突然不知道干嘛。You win. Yeah.飞鼠兄说，因为其他的周边感觉我用不太到 FB， 其他的周边用不太到， T 恤比较会穿嘛，对对，基本上其他的周边就是感觉是用不太到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自己选择性要不要购买。对对对，纪念品而已啊。飞鼠兄说，他旁边也有卖专辑，到底是有没有在打？有打吗？就跟我当年去麦克先生的时候买的那几只一样。飞鼠兄说，送海报。买一件，那件忘了帮我买。我是买短袖的，我到现在没穿过，就一直挂在那边了。安内呼气？不会啊，他那料子很好。然后还有一顶麦克杰森演唱会的那个帽子啊，好好哦，拍照给我看，让我体胖一下。刚好跪着，下次拍照。好。飞鼠兄说，我之前2009年来的时候买的衣服，现在都当睡衣穿。FD 还是第一天没有，要第二天才有，还是什么？一直想问人家。这个八七。飞鼠兄说会公布在大门口。哦，会在公布在大门口。OK， 了解。所以一结束的时候才会公布的。哦。飞鼠兄说，大门口的柜台会有一个看板，有贴中奖号码。飞鼠兄说，结束后才有。哦，谢谢回答，谢谢回答，谢谢。开心，反正明天就是去拍的。因为我还超可爱，我还临时就是下班跑去买荧光棒，我还买了那个超长，打算打死前面的人。
KO。所以工作总是没有看到人。欸，要问不入山，他总长时间是多久？还真不知道怎么推测他的时间。可是感觉内容还蛮丰富的，都在不入山。所以工作总是明天。对呀、啊，总不可能下班去吧？下班去了，人家都结束。去帮忙打呀！就跟他们握手这样。飞鼠兄说：“我开来进 party 聊好了。” OK， 来拉塞吧。干！You win。来哟、哦、来哟、哦，快快跟我报报！来来听众演唱会应该是蛮嗨的，应该会热血沸腾，从头到尾就是呀哇啊！哎、啊，不入声。嗨嗨。他演唱会总长大概是将近3个小时，这么长？我靠，好长！而且他这次安排的歌曲其实蛮紧凑的。啊是哦。除了中间聊天性质的部分之外，其他都是一首接一首。哇，好刺激哦！啊，他又会有座位还是都是站票？站票哦，全部都是站票啊！是、哦，你 VIP 是几批提早进场，是在前面靠前面舞台的部分。嗯哼，哦，所以都是站票，然后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抢位置，是那个意思吗？其实就是自己去卡位啊。哦。对啊，就是 VIP 就是差别，还有号码的差别，就是提早进场跟后进场而已。哦，啊，是这样啊。而且他的整队也是就是分号码，比如说200号到300号，300号到400号，啊，你早去就早排前，早排前面，没有说在照号码排的，没有，就是分号码区块。那你要早点去，就搞不来。对。啊、所以我才说要早点去。公模董，你现在还没有减肥成功，所以靠体力都可以打赢你的。你好贱哦，马特，你很贱哎。啊，好，我跟我朋友讲。哎、欸，不愧是。比方说你是，比方说300多号好了，就是可能他会集中在300号到400号的那一排，然后可是你晚到的话，就是排到最后面。哦。就是他假如说 VIP 是1到100号，他就是。就是直接就是一到一百号，不管是号码，就是对，就是他就是那就是1到100号，就是整一列，然后你晚到就是往后排就对了。即使你是比较前面的号码，可能也是往后排，因为照我那时候到现场看的状况是这样。哦，好贱哦！那我是这么说，反正好嘛。你现在就去，因为我是比较晚一点，我大概开始前40几分我才到了，我不晓得一开始的整队有没有照完全照号码了。哦，没关系，没关系，可能有，可能没有，可是就是尽量早点到了。OK， 好，我跟我朋友开始抄位置，我先打个电话，等你一下。他、啊、这一次今年的那个什么不插电的演唱跟以往不太一样，以往的不插电都是演唱一起演唱比较慢的歌曲，而是这一次的不插电就变成说各自 solo 一段他们各自的那个成名曲。对，郭沫都好像去打电话了。没错。
次都来玩一轮。葫芦场最近没有在玩快打的吗？比较少。最近就前阵子都在跟朋友打那个啊 ，Monster Hunter。腻了吧？对啊，还没腻吗？最近有点吧，反正就是最近就是比较偏向周活动摸一下，周刃打一打，然后就没动力了。好像也是，因为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这里买其实有买好几只游戏，都还没有时间。然后这几天这几天刚好在玩那个之前买的那个《异度神剑二》哦 ，Switch 的。异度神剑，我到现在我还是开在很前面。什么东西？异度神剑啊，那精神时光还是那个真的有点贱。地图好大，一开始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而且会觉得就复杂，哪里可怜？可是往后玩一段，就会觉得其实还可以接受。何剑比吕说零。何剑。何剑比吕说安。可能大概至少要玩到第二章、第三章之后，就觉得其实还不错。最近梦话就是等它更新啦、啊，然后游戏可能等6月20几号的那个吧 ，New Gundam Breaker。钢弹破坏者。对啊。对，还有一片呐、啊，就是那个五月底的那个30周年的合集，没买，有，预定的，我买是为反应。选。啊，就今天那个什么，那个新光华商场后面巴德路那边刚好封街，在那个开什么直播电竞的什么，有点类似原油会。哦。没有，我听说是什么资讯什么节的，还什么鬼的。反正叫他的那个标题就打什么什么直播电竞什么，反正就搞得像原油会一样了，就是一些厂商在那边摆摊。对啊，超好笑的，诡异死。我们老板今天还在那边看直播，跟我们讲说啊，八德路那边有什么活动，然后我们让他什么东西啊？因为刚好因为被提早去，然后刚好想要去后面那边吃完，就一走过去，然后他怎么封街？哇、哦，真的很看到有活动。吴建安，好，我跟我朋友讲完了，反正我们明天就是11点到以后，先看现场状况，我们再决定我们要怎么行动。谢福路长，谢福路长，哈、哦，这对我们明天的进场有很大学问。不用带两把开灯刀就可以开出去吗？不行不行不行。反正就尽量早点去排了，对啊。好、哦。因为我们那时候跟朋友没有想很多，那时候跑去汉堡王吃，边吃边等，然后大概剩对，我想说中午快一个剩快一个小时就才过去，然后在那时候人已经排一大堆在那边了。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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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 Q。谁都带一个刀，对，明天很热。其实也还好啊，你就你
进去也你也不会有空闲的时间想要喝水，而且在里面三个小时，除非你想要中间离场，不然的话也是得要盯到出来才有办法上啊。对，要不然想要尿尿怎么办？就反正那么多人，裤子脱下来就尿怎么办？不行啊，很脏哎、欸！又没人看到，怕什么？不行啊！啊，我知道那天穿长裙就可以了，那天穿裙子就可以了。干什么越来越脏啊？那是你在讲，又不是我在讲。都是你啊，班长，都是你、啊。不是还有尿布这种选项吗？哦，对耶。成人纸尿裤。为什么一定要只就地解决嘞？真的。看个演唱会这么辛苦。然后我们还在讨论说结束完以后要不要看能不能结束五个人之类的，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这我倒是不知道，因为我只知道他们那个什么，就是他们那个应援团的那个好像结束后有要跟今天礼拜六啦，就是他们结束后有要跟那个什么日本的那个粉丝一起去吃饭，那其他的后续我就不是很清楚。我朋友他明天也是有这样的活动在啊，那个是台湾粉丝团啊 ，FB 的。对啊，对啊，我知道啊，因为我有加到里面去。哦。有看到他们在讲。对啊，我是有加啦，可是好像被推荐的，然后想说好吧，那算了。哦，因为我的那个是很早以前最开始还没在管的时候就进去了。嗯，然后后来人越来越多才比较有在管。嗯，然后你们明天去八德路应该也还是封街啊，那好像今那个礼拜六跟礼拜天两天吧。哦，好。我朋友也说请先上完厕所，没有错。那这次的那个什么不插电演唱就跟以往不太一样，以往都是一起合唱，就是比较慢的歌曲，然后这次就是变成各自 solo 一段，就是各自的那个成名曲这样子。哦耶，好棒哦，谢谢分享。啊，然后就变成说那个大家都会一起唱。对啊，很热血。啊，他好像是做光华那边有什么活动吧？我是。Final round.八德路是紫华山那附近吗？就是光华商场后面那条啊，那条大马路啊。哦，那还好耶。啊，就是华山出来，那个什么，跟那个忠孝东路交叉的那条啊。是市民大道下面吗？那是市民大道。不是市民大道。市民大道那边那个是在光华前面的，这是 Google Map 吧？你直接看地图就好了啦。光八德路在那个什么另外一头，在市民大道是那个光华商场的正门，然后八德路是在后门。这个感觉，再多比较好听。为何原地跳跃？没有，我没有啦，我因为我那个 PSB 卡要借的，我现在在转一些档案，然后就把一些那个赔路送到 fold 的东西移出来，对不起仔仔的 Google Map 对，你那台 Vita 不是超久了吗？
一天行的、啊。然后我把那个卖掉了。卖掉。我把两千型的卖掉了。光华商场怎么不见？你要打光华新天地。哦、或者是打三创，光没有我要先打光华新天地，因为我才知道那个方向在哪里。Round one， 三创就隔壁栋而已啊。对呀、啊，可是为什么每次讲到三创，感觉他跟那个光华商场又好像离得很远？不会啊，就隔壁栋而已，那中间还有那个可以直接走过去。嗯，对啊。对，他这次那个什么，他中间不是会有一段就是聊天谈话性质的那个时间吗？对呀、啊。然后他这次还特地找一个人来翻来帮来翻译。哦，好棒哦！赞赞赞！啊，我的家的公车哪会无去啊？你家要买公车哦？当然不是啊。部长，你有买那个吗？嗯，苍翼末世录三合一是不是？不是三合一啊？没有。哦，我好想要。那个我有买。那个不是我的菜。对，但是他我是买数位版的，他实体版已经偷跑了，干嘛的？对。你被摆了一道了。被摆了一道，真的。对。你又不玩那一种格斗游戏，干嘛一直买这个？想说。支持一下好了，三个猜头又有皮鲁索纳几啊？那是三是不是？没有，皮鲁索纳四跟三的战斗吧、哦。战斗，然后跟张毅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 IP。所以公务组这一只是有几天？一天呐、啊。没那么好啦，睡到两天，我就快没假了。现在才啊，快月底了吧？对呀、啊。好快就月底。真的。部长现在应该还在有点忘返了，还忘不了刚刚的。我现在正处于虚脱状态。对，我也这么。今天真的太嗨了，好开心了。操妈，这辈子都不会忘掉。处于虚脱放空状态。真的辛苦了，辛苦了。你跟我去一天啊？对啊。嗯。你要我两天都冲，体力撑不住了。可以啦。虚空水路跟飞桥一样，不巧著名大道。你说他市民大道跟新生北路这边没有封啊？他是封后面八德路。对，后面八德路那一段而已。但不对啊，这样我怎么过去啊？巴西啊？那是不是坐捷运去会比较快？对啊，你坐捷运的有坐大众运输去就好了、啊。没有，我是坐公车的，那我可能就要在那个东桥新村下车，没关系啊。你坐到那个啊，你坐捷运的话，坐中校新生啊，会比较近啊。嗯。
应该可以带荧光棒进去吧？我已经准备好了耶。可以啊，有都有人带啊。对呀、啊，有的甚至直接是买那种很贵的那种手可以变颜色的那种手灯。哦，你说他们现场卖的吗？现场那个已经卖完了，你现在、啊、你明天去应该也买不到吧？我是说另外卖的。哦。因为另外有卖一种就是可以变颜色的那种手灯。那个就是既便宜可是东西却很烂的东西耶。那好像还不是官方的。这个还不便宜耶，我以之前那个水兽奈是有买过一次。那你那时候买多少？一两千块一个。真假的啊？那个很贵、哦。我觉得你被凹了耶。可以去查普遍都大概都是那个价钱啦、啊。哦，是啊，没关系啊，我还是带荧光棒好了，一支30块，用完即丢，还不会占位置，有没有？光棒，你们是买什么颜色的、啊？我们买红色的。哦，对啊，那大概用红色就差不多了。对啊，我还有先问。只有少数几手会变成蓝色，其他大概都是红色。为什么？这是什么？真的，买荧光棒还有学问哦。天哪，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就是唱的歌曲，然后他打的灯那个气，那个大家拿的那个颜色就会不一样啊。对啊，干，所以要颜色还要拿对了，拿错会被清就对了。拿错你就会变得很突兀，不会被清，你会变得很突兀。干，这样才好啊，台上才会注意到你啊，搞不好好嗨哦，大张，就是要跟人家用不一样的颜色，怎么样？你可以拿一根葱去甩啊，我们讲，好不好？买一把葱，有没有？超级显眼。不行啊，那拿一把根本看不到，好不好？那可能要拿一大把。不然你买韭菜好了，甩韭菜，反正很像嘛，对不对？韭菜跟葱哪里很像？没有，蒜不一样吧？蒜好了，你买一些蒜好了。你跟你老婆在一起久了，你也可以拿，人家丢人哦。你超帅，你做黑暗料理是不是、啊？我们阿哥要开始学会炒菜了，耶、！阿哥本来就会炒菜，你低哦。阿哥本来就会炒，比较低呀、啊。只是好吃跟不好吃的分别而已啊。好吃啊，当然好吃啊。阿哥可是有被教过的，好吧？不要这么瞧不起阿哥，好吧？我妈也教过我，所以。对啊。这样阿哥早不会做饭，都是靠我。我每天还要做鱼汤给他喝。不然你以为我家那个腊肉拿给阿哥，阿哥煮不好啊，能吃吗？对啊，你现在也是哈。现在超级会炖鱼汤的。我岳母教我。我家的阿哥，我家的腊肉又不是随便煮就好吃的那一种。那班长现在还你们家还有在做吗？没有。好吧。一年一次，也要看你时间。我家一年就回去，然后你错过了就没有了，就这样。你家不会就过年那一次吧？也就是过年。是啊，然后我妈年纪也大了，她已经不太想做了，知道吧？对呀、啊。腰赶快断掉，腰这么大力。那一开始会唱几首比较新的歌，加上那个什么激战新的那个什么激战 X 的主题曲啊。啊，比较熟，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大概都是摆在比较后面哦。就是不卡点的那个开始慢慢进入嗨的状态。那个是大概在中间左右了。那有唱魔神钢吗？中间左右。地铁金刚有吗？一定有的，好吧。水木一郎。地铁金刚不一定。马金狗。地铁金刚，地铁金刚有唱吗？马金狗没有啊。水木又没有来，怎么没来那个 ？OK 啊。水木早就毕业，不知道到哪去了。是哦。虽然说我是还蛮希望能够来的。他现在忙他自己的演唱会。妈，金刚 set。
而且大概就算来了，大概也没办法唱整场，累了。他可以的，他体力好的很，好不好？哎、欸，好，怎么怎样也说的，也怎样也至少七十岁了。哦，所以是主机跟主机格式化，他的账号才不会绑定。嗯，那你要休息一下，是抽根烟好了。嗯，对、yeah. 啊，有事。好吧，我好全部更新了，啊，不对，全部格式化。加几个？说什么？上回的。没有说那个是 CS， 对不起 ，PS Vita 的部分是他。主机格式化以后，它才不会绑定账号嘛。嗯，跟 PS 是不一样吗？没有试过。对啊，这个很麻烦呢。PS 我记得是那个，它有设定那边可以直接解绑定啊。对呀、啊，啊，这个的话好像是跟机卡绑定，可是。我不知道换了记忆卡，他还是一样绑我的账号啊，八七。那就可能就只能格式化了吧，啊、不是很确定。没关系啊，反正先试看看，因为我的东西已经备份起来了，不行的话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哈哈哈。我们是不是在放音乐啊？那我们等下阿哥被变台。阿哥，你又害我们被变台哦。我在看那个钢之魂。99年春之阵，你知道吗？竟然！我之前本来要买他的 DVD 啊，演唱会的 DVD。啊，有一部那个什么特色片的那个主题曲，他们也有唱，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叫他最后会喊那个什么“博心砍酒”。我已经离特色片已经有一段年纪了，现在还真不知道是哪一部。我只有听过主题曲啊，可是特色片到底是哪一片我也不知道。哦，好，我看看啊。上厕所。拜。牙狼吗？不是牙狼。丢在那个群组的那赖的那个群组那个是丢的这首哦、oh, 好
你有没有看错啊？等一下，他是托米卡西罗，他的托米卡跟我的托米卡一样不一样？哦，对不起。嗯，对啊，是算特色片了，但它不是那种战队系列或骑士系列。对啊，嗯，我只知道是，我只记得好像是特色片啊，是什么样的特色片，我就不是很了，没有很深刻去了解。车的有关车车的。好像那个跟那个什么类似消防还是救火有关的，你也错。好，我就这个就这样子给人家吧，全部。好热血哦，好期待哦。那你买哪一区的票？我是一般的啊。我是很想买 VIP 的，可是我另外一个一起去的朋友他就没有很行动想买 VIP 的票，所以就只好一起买一般区的。啊，好可惜哦。然后而且大概我前面大概还有一个斜排的大概中央山脉的挡在前面晃来晃去啊。是齁，我都是直接叫我朋友帮我买，我就说你手速比较快，你帮我抢。他就你知道他很好笑哦，他除了要帮他朋另外三他帮他另外三个朋友买票，然后包括他自己的总共四张，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说完了，一台机只能限定一个人买四张票，他不知道能不能帮我买到，就是那个能不能买到第五张票这样。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啊，你能买到就帮我买，不能买到的话那就算。然后他就说，大家那时候超紧张的，他就一直按，然后买到四张以后，他又继续按，然后没想到，哎，还可以耶，虽然说差了一百多号。好，好吧。班长是去抽烟了、哦。班长去上厕所。哦，对。然后最近电池还是很多，还没有玩。哦、对呀、啊，也还没有消化完呢。还有那个。这个下面，你特地，譬如说拿银剑的，啊，那个不用直播了啊，眼睛花。没有啊，都是买的，直播一下再卖掉之类的，对啊。啊，好了，留个记录，留个档案。买东西。那底特律阿克会全把它全破吗？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啊。其实郭建讲那个，我那种游戏我还是会玩，因为同时把它当看电影的、啊。其实我觉得看电影的角度去看，对啊，就是跟看电影看电影差不多了。不会难玩。我想看。所以玩给我看。因为没有买，所以在鼓吹阿克把全破。大家都来看免权的电影，这样是不是？对，没有错。特列变态人，妈的！他写 Detroit Man 还有吗？Become a human man, human, become human. 我们再想想。Detroit to become a human. 这个三段故事，可是我觉得他的广告拍的还不错。就是上次我有分享那个日本的那个广告，后来好像有人翻译，把它弄成。把游戏的 gameplay 弄成影片这样子，不赖啊。对，实际上游戏到底，我觉得搞不好可能预告那个影片还比游戏好玩，也不一定。啊，在意。对啊，一切还没有玩都很难讲。对，反正他就是抉择选东西嘛。对啊，这相关系列有两个灵魂跟 Until Dawn， 有没有？直到黎明。然后这次是还有这一卷暴雨杀机，最早是暴雨杀机。然后现在暴雨杀机，我记得这几个月不是有那个、啊、有送吗？对啊，我到底发现其实我没有玩过，但是最近没什么时间。我其实我也没玩过。嗯，也是不错的作品的，把它当成。其实我之前在还没有碰之前，
这个作品我其实都没有玩呢、欸。老实说，我应该说他们家的东西，我是从那个直到黎明才开始玩，之前那个 Until Dawn。可是我记得好像直到黎明不是他们这家公司做的是吗？同一个吗？我不知道。直到黎明好像不是同一个那个、欸哦哦，好像是别的那个。啊、OK。但是应该说从鲍鱼杀机从直到黎明这个应该是跟那个什么那个两个灵魂哦、喔、对对对对啊我记得是两个灵魂，但是我是从鲍鱼杀不从直到黎明开始了解说哦这种游戏的乐趣其实还是有，对，就把它当电影来看的话是不错，但是你说要把它买数位版，我觉得真的我应该不会玩破了所有的路径都不会想再玩，不想再重看影片。除非你自己和自己很喜欢那一片、啊，对啊，就一直在重看影片才会想要买。对、啊，为了解成就，这个没有。而且如果真的要收藏，你是收藏光碟片比较有意义吧？对，好像在收蓝光，有没有？收数位版又没有。真的。对呀、啊。像那个什么前阵子的那个无敌铁金刚的那个剧场版，我就买它限定的那个专辑 CD 哦，专辑 CD 哦，哎，它好像总共七片吧，它连以前旧版的那个、哦、旧版的那个音乐全部都放进去了，哇，好热血哦！对啊，就以前那个Mizuki水木大叔的那个录的音，跟后来这次重新唱的那个都有。那有没有中文的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也中文当然是没有啊，哦、没有是那个怎么可能会有？这是中文版出的话，我觉得哇，这样才完整的。中文的那毕竟是那个时候那个什么，因为政策的关系的那个而。出来的东西，那时候像科学小飞侠也是那样子，不是吗？嗯，对啊。都记得好像都是因为禁止那个什么直接上日文的那个歌曲，所以就改了，变成只能重新改。对，嗯，当时可能还在戒严当中，还在反日。对。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反应。你知道科学小飞？你知道科学小飞侠他们里面不是都有披风吗？对不对？今天我要晒我哥超好笑的一件事情。小时候以为装了披风他就会飞，就从二楼挂个披风往下跳。小飞哥呢？所以你哥就从那种脑子在外面，勇，我只能说勇气可嘉。真的，他那时候摔得满头包，哭得要死。没关系，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没错。好，我先去我另外一个朋友的那个 party， 郭沫走向，祝你明天玩的愉快啦。OK， 谢谢，晚安，拜拜。不错呢，兼 project， 有机会以后看看能不能再去。应该还是会有机会啦。应该如果反应不错，他们来台湾的次数还蛮多的，对呀、啊。他不是第一次来的。不是第一次啊，烂很久了，烂很多次吧。可是成员好像都会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对，他每年都不一样。对啊，就是这次是加了奥锦牙美女神。因为我好像没在唱啊。不知道哎、欸，然后好像蛮多人都。以前固定会有一个叫密友的，蛮有我很喜欢的女生唱歌，她都是女生在一起夸张，所以我很喜欢她。嗯。
好丑的猫哦。应该跟小朋友超好玩。初回限定特点，他的初回电池很爽。他今天在吃水果的时候。特绿。嗯。然后刚好电视新闻就拍到那个巴士。你说电视拍到什么？巴士新闻那边报新闻的时候，就有那个大巴士，就是那种双层巴士，然后看到那种电视的巴士。杀猪。因为他妈妈带他坐上一次巴士，他超开心，他超爱坐巴士。然后，他就说我要坐，我要坐，我要坐。然后我说谁要带你去坐？我不要。他就说他在找我妈，然后我妈说不要，然后他妈妈也不要，然后他阿公也不要。我说我不要带你去，你不要找我。然后他说没关系，我就打电话，我要打给谁？打给二阿伯，然后就把他玩具电话拿起来。喂，二阿伯啊，带我去坐公车好不好？拜托你啦。他已经学会求救了，不错不错。他会说，求求你了。后来他就打电话，二阿爸，我好想坐公车，你可以带我去吗？然后这重点是我从来没有教他喽，他就这样一个人在那边讲得很开心。重点是那还是玩具电话。他你拿他在讲，人家在讲电话，拿电话给他，他现在会跟人家讲了。哦。这次把主线剧情取消掉，变成个人剧情较多。这一次它是有剧情的。对，可是是个，就是虽然说每个大家的个人剧情都有一点关联性，但是讲的都不是主线剧情。他只是讲说，就是那个蓝，就是贝鲁贝斗，就是那个叫什么？你够你他那个叫什么？他那个区块，他不是对天鹅绒，就是对天鹅绒房间。反正你就是知道，三代、四代、五代他们不是天鹅绒房间都有几个那个吗？就是像这次五代是那个两个双胞胎嘛，对不对？五代是两个双胞胎，然后四代是一个大姐，然后三代是。看起来比较稍微有一点年轻的姐姐，反正就是三代跟五代两个人打赌，看谁邀请来的客人比较厉害，就是毫无聊的剧情，对，就是一个智障剧情。啊，算了，反正那个主角是在玩音乐节的剧情啊，对。然后四代的话，主线剧情是在讲说好像。他那就是为了这个游戏做出来的原创角色，好像就是遭受到什么事情，然后，导致说就是产生的就是他们进那个叫什么《Dancing All Night》这个世界，然后他们能好讲得好难哦，对。反正他的主线剧情就是有个原创角色啦，然后创造出这个世界，然后为了能够就是从那个世界出来，他们就是要一直跳舞，然后博得这里面 Shadow 的好感，然后他们才能出来。算了，剧情不重要。没错。但那歌多不多？啊？歌多不多啊？这个你应该问阿哥吧，我只有玩一天而已。我连玩都还没玩呢。那你今天开是开干嘛的？
我只是开着而已。生气。我还在一直在抬头望。我靠！我本来要直播，但是后来照顾阿克嫂，我根本没有时间，所以我就放弃。嗯，我懂。这次的歌曲来讲，因为我现在目前是玩到，算第一大章吧，因为它其实好像前面有分四小首歌跟一大首歌，一大首能够打完以后才会再增加新的歌曲。我现在只打了那首大歌完以后出现的新的歌曲，这样，还没有打到第二段大歌这样子。哎，不对，第二段我打完了。打完了，而且我还很搞笑，我还想说，啊，这首歌不是也才第二大段，怎么会变得这么难？因为我一直打不过，你知道吗？后来发现我自己不小心按到他了。然后我已经把三代借出去了，是有多不爱三代？你到底是怎样把游戏机出来借的？没有吧？我不是买快打球，我买借的。我不要。你买借人家吗？还借我？我不要。晒伤的感觉，晒伤为什么？你跑去哪里了？没有，今天一直去跑往外面跑去买一些东西，买一些日用品，哦，采购就对了。对，还要买晚餐跟没有买午餐跟早餐的时候，哇，今天真的超热，然后太阳，啊，现在太阳晒到会痛，你知道吗？会痛，太早晒太阳，就是晒到会痛。那个阳光的那个强度，那已经是晒伤，不是晒到而已。就是太阳光是痛的，晒的时候会痛，感觉很可怕。这时候呢，出门还是乖乖的擦一点防晒吧。对呀。我爸前阵去澳洲，然后买了那个蜂胶啊，那是干嘛的？蜂胶有可以吃的，有可以抹的，有可以干嘛？它是像胶囊一样吃的，这样吃的对身体有什么？吃的你想你是白痴吗？那橡胶囊把捏爆然后拿来擦吧？它吃什么的？就吃干嘛的？不是？看它里面的成分是有加什么才知道啊？啊，有的是把那个维他命加蜂胶进去的。
看他新闻，我也不知道，因为都是他发的。我去日本，然后被他朋友发现，然后卖，托他买一个健康食，买了20000块，他妈回来他说不要，太贵了，我靠！健康食品都很贵，好不好？不管哪个国家，不是他本来不帮人买的，因为我朋友说，跟我一般人太辛苦了，然后可能专买给老人家吃的，在新竹就帮他买，然后他买回来就吃了，然后我那每天跟我追价钱、追进度，就在追多大的，好烦哦！哎，这个夫妻，对呀、啊。难怪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帮别人，就是接那种代购的。我要转超必杀技，结果他没转出来。就我先出赛。不是像我的话，像我的话，我托人也好，如果是有人要托我买东西也好，我是跟人家讲，我如果有经过，我会帮你看。买不买得到，那就再说啊。就是台湾人现在很奇怪，好像你去日本不帮人家买东西，好像就对不起他全家一样。Metro City Bay Area。你像吴大他们出国啊，我就说，哎、欸，你有顺道去那边买，因为去逛就是没包。像那一次抽到帮我买那些，那天托他买健康的食品，我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有去药妆店再帮我，然后吴大跟我讲，药妆店我们一定会去，所以那个没有问题。嗯。最可怕就是那种出差还要叫我帮他买东西的人，出差真的已经够超了，他妈还要买东西。没有，就是说顺便，就是说、啊、我出差我会去逛，哦，那我顺便帮你买。还有说那种去会场根本什么什么什么，根本就是在会场一整天出不了门，回去就是等下店又关了。像你们出差结束，总有空闲，就空闲自己逛街。哎，那阿哥这次电玩展会到吗？还不确定。对，要看。没有，因为我们小老板跟他姐好像会去。哎，班长，20号我休息。啊？他们已经确定好了，就是我们22号那天店是休的。现在是3个月以后，4个月以后。没错，所以你小老板的机票就订到了。他礼拜四要跟他同学去拿护照，那时候应该就会下定，直接把那个拍给他姐看就好了，他姐去买这样。那我会碰到你朋友会拿手机一台，他自己有喜欢的一款游戏，他自己买的游戏，然后想跟我借主机这样。
然后是一个女性向的音电。哇，干，超屌，居然可以！哇塞，死过哎！哇，你们两个是交叉哦！哎呀，算太爽了吧！对呀、啊，哎，有，哎，抓到了，抓到了！话说你老婆去附件是弄什么东西？那个低周波电疗、热敷，还有雷射电疗。哇，好酷哦！感觉就是那种伤患的 SPA 的感觉，因为那过程中，低周波就是接两个那个塑胶片，然后在那边丢丢丢丢丢，然后边聊天吹冷气、看电视，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那时候。你大叔也没有送我一组啊！我后来我帮我老婆买一组低周波，先让她用。其实你直接找五五就好了，五五他就他啊，对哦，我都忘了，跟他买会不会更便宜？对不对？不过还好，那个一个3000块以内就有。但我发现中暑用低周波没有用，你白痴啊！中暑为什么用低周波没有用？因为我觉得血力不通，电一电还是觉得干，血路还是不通。今天跟阿克嫂聊天说，奇怪，低周波用过，我肩膀已经电完以后，怎么觉得好像还是没有变？他说你这是中暑，这可能要拔罐或者是刮痧、啊。然后靠，哎，异想天开哦你。对呀、啊。库尼怎么好像又不见了？库尼，我今天落了啦。在直播前，他有派队友跟我讲一下，然后说：“哎，你不知道快打大永敏吗？”我说：“对啊，等一下。”然后说：“哦，好。”我说：“但是我要先洗澡。”他说：“哦，他要洗澡，然后去洗就不见了。”哈哈哈哈哈！洗完就淹水，淹死了。对，打个招呼就下去了。对，就请落了。还活着就好，还活着就好。他还有在打嗝吗？应该没有了。还有的话，看你这里一个礼拜，这个礼拜来打嗝。因为我们那天不是在讲打嗝嘛，然后我就问我们老板娘说有什么就是祖传秘方可以治打嗝，他跟我讲一个，他说那个真的可以，好像有效，但不是又不是特别有效。什么方法？用那就是冥想吧。就是我有点忘记那个口诀叫什么，他就说要教他念台语，然后就说你熊爱甲啥，然后说我熊爱甲。盐巴的盐，台语怎么念？盐、对。然后他就说这真的有效吗？他说他儿子跟我，他儿子说有，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有效。那应该只是让你讲话，然后把你都市传说的气给吐出来了。对，不然你叫库尼讲好了。我想外假赛，我觉得我觉得库尼绝对讲不完哈，在他打嗝之后以前，那舌头已经被他咬断掉了。没有，在他还没有把那句话讲完的时候，他打嗝就好了。对，我一直念不出。对啊，那这样的话刚刚好。对，然后嗝也停了这样。我今天去便利商店拿咖啡的时候，回去到网络都停掉了。为什么？因为我去的时间刚好，我不知道我们家这家店为什么现在变成7点左右也会送货啊，以前都没有。
啊，你出不去。我会出不去，你走。我太多包裹。那种，公公都知道那个便利商店送货那个纸箱，不是那个箱子不是绿色的那种塑胶箱吗？对啊。对，它那里面有包裹，大概快20个那个箱子，不是那个塑胶箱，是20个纸箱。我想说是进货还是什么？我想说然后从走到旁边偷看，就是人家寄的东西，然后20箱，然后是怎样？那店员可怜了。然后重点是那个送货来的人还在帮忙他刷条码，为什么？因为他旁边还有大概10几个箱绿色的那个箱子，我快哭了。全部都是包裹哦，我看到那个店员的脸表情，真是不是快哭了，是已经满脸无奈。真的。而且现在便利商店大部分都是情侣生比较多嘛。对呀、啊，我今天下午去的那个是啊，那个店员那个应该下班的，结果他居然还在那边帮忙搬货，然后没太多了，然后说这么多，应该4点的时候出货，那结果晚上一去又一堆，不是吧？他每次想要那个在那个什么买书啊、买牛肉什么的，我在找一个我去借啊，对不起那些店员，好妖。这是海啸吗？你是谁？超屌的！因为 Alex 其实还蛮屌的。啊、你到底想要玩哪一招？他有好多招，不愧是快打三的主角。他是主角吗？他根本就跟路人没什么两样。很屌哎、欸！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说今天的小金色小兵你有去打吗？有啊，我有打过了，很好赚的、啊，反正一样，后跳踢，好不好？龙跟肯，发气功签字，马上就可以赚15000了。你每次跟我讲很好赚，我都玩。我就不知道他到底难在哪里啊，就是要跟你讲那个打法就好了，就干单呢，看我随便打都过。就发气功又用嘛，跳到那个墙壁最左边或是右边。你每次讲都马上在呼啦，原地跳，讲话越来越不可信了，好吧？原地跳就可以。玩男人过的速度就是不一样。不要这样了，是。大波浪哦，千万唔通吞死嘴啦！所以公后头现在就没有片子可以买了哈，没有了，下半年都没有了。下半年哦，六个口罩，三代又要玩，有我，你那接下来先赶快把它玩完了，你看。我努力，我尽量。我本来想要订那个啊，《盲眼王子与说谎公主》。那有什么奇怪的东西？那日本一做的新游戏。他们公司做游戏我都不太知道了。
阿哥也不喜欢玩。不是，他说他们公司在玩什么小的，很浓啊。他们的游戏都很浓，所以我觉得玩他们游戏不是说不好玩，是那个风格不是我喜欢的，不是风格，类型不是我喜欢的玩法。嗯，类型真的。就像《魔戒战记》好像也是他们的，对不对？对啊。我很喜欢玩 SRPG， 可是讲的那天我完全不想玩。那时候他有送我玩了一套，说：“我靠，这游戏好，不是好无聊，是他的战略地图好像就没有特别大，就是战术地图没有特别大。然后呢，就看了一下呢，就是每张地图都可以重复打进去，然后那个还有那种难度啊，然后到最后是干嘛？就是为了去弄那些东西道具。”嗯，我就觉得哇，我不太喜欢玩 SRPG， 还要这样子弄的那个样子。他不是还有一款阿哥也有实况，那个叫什么魔女百骑兵是不是？对，我也是玩不习惯的。对啊，他是不是类似像这种风格啊？对啊，他们公司的游戏都是这样子啊，就是非常浓，浓到那种。你这真的玩了这个游戏，你就要心理准备，就是他妈你要弄弄弄弄弄。我还是默默玩他那种，就是在黑暗之中探险的游戏就好了。什么叫黑暗之中探险的游戏？你说棉被盖起来蒙眼打电动啊？这样在黑暗之中探险的游戏？没有啊，那个啊，深夜回也是他们家的东西啊。反正他们家的东西我没有不喜欢，就是题材都好，都我觉得都蛮有趣的。你像他们出了很多类型，但是呢，那个浓的程度实在是我不喜欢的那一种浓。嗯，我可以接受游戏要浓，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从头到尾都在浓哈。两点了，所以我为什么我先等一下直播先到这边哈、那個，这一场打完。好、啊 okay. 所以为什么那个 Xenoblade 我后来玩不下去，就是因为我已经破关了，然后剩下就是要收集那个地图的达成度，然后 Xenoblade 那个地图它是一样啦，你是比较多的地图，但是如果开世界地图来看的话，它是把它画成一格一格的六角形的格子，然后每个格子上面呢都会有一个任务。就是说这边有隐藏的宝藏，或者是隐藏的任务，或者是隐藏的怪物，或者是隐藏的 BOSS， 反正打到以后呢，它上面就会有满，然后看到之后呢，我觉得靠，实在是太多了，不懂，多就算了，然后有人那种超强怪，就是你会看到那个怪物的头的 mark， 表示说这边有一个那种很强的怪。我就打，然后呢，拿我手上的机甲就打，我就敢骂我手上机甲就飞出来了。然后后来呢，我就看一下，要打赢他呢，一定要拿到那个70级的机甲。对，这个是，我只有50级的机甲。然后70级的机甲的素材呢，我就看了一下，我发现，感觉我弄完一只哦，我大概就昏倒了吧。很恶心的。对，它真的浓到一个那种，就是不是说不好玩，问题是我就不想这样弄，因为那个机甲还，你就算拿到材料，你还要花钱。我光做我那两只，而且我有4个，它有4个角色嘛，就有可以开4台武器嘛，4个角色，我只有一台是50级，那已经把我的钱都花完了。然后看了一下那个70级的那个机体。一台做完，妈的，我不知道赚钱赚到什么时候，好不好？最后干这个我没办法哈，这个我玩起来太累了。然后我就觉得啊，算了，不要打了。所以为什么谁都不会都吐？我现在买的不会去，我特别叫我买来玩，他买来玩。我说我知道那个游戏很好玩，可是那个玩起来实在是太花了。
还好那时候那个 PlayStation 它那个不是有那个什么巨狼会活动嘛，就是去年的那个。然后我们小老板有去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哎，那克，我看人家有在，就是有在玩那个深夜火，他那个到底在玩？我就说就夜晚探险游戏啊，你干嘛？他说没有，要看人家玩，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在玩什么。我就说玩下你的。来干！哦，又出来了，抱歉。早上就不要给搞。You win。后燕哥都带我们看完，所以就先直播到这边。我这一只大摇杆大概也快不行了哈，现在那个方向感摇摇这样，滴滴滴滴这样子。你要上一点 DW 四十之类，看会有好转。对啊，而且已经这么旧，上次打过一次，那看一下还有什么任务。金色小兵哦，明天再打好了。我已经不相信阿哥，他每次叫我都很简单很简单，还有三场都六七，真的简单呢。好吧，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哦。KT 说辛苦了，晚安哎。大家晚安，早点休息。光看 C， 明天会不会直播？我们再看看呢哈。OK， 有直播再跟大家讲。好，感谢大家 ，KT 上还有。飞鼠兄跟郭健，还有我们的郭沫江，阿里嘎多。好，那大家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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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我是干什么的？小飞。好牛！我快打了 FMB， 现在居然是88万8800。